什么？放给胡志平啊！太屌了吧！捡到祖母绿壳，给撞了。我刚以为他是后，我就出来，结果他是后没错，只是他掉的不是石头。我那时候抓一只祖母绿的后啊。我拔了，我拔，你拔吗？下面分得到吗？分不到吧，如果够高的话。会哦，我试过了。哦，你亲身试过了。嗯。一开始他不会，可是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分得到。我讲反了啦，一开始会，第二次不会。对啊。弱死了，开喇叭的，因为事情忙完了哦，休息时间哦，还是你是超商在补货，补一补补到一半跑去冷藏柜里面打开喇叭，跑去冷藏柜开喇叭是怎样？就手机音量调高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在拿饮料的时候，一打开饮料，听到就是冷气柜里面有人在听歌。直接砸漏死了，来不及了。欸、不要，他会不可能啊！我来的。这个我跟 HTT 已经亲身经历过很多次了。好。感觉是真的。我操，我就知道。哎、欸，你都知道了，碰不到我。哎、欸。啊？修管。哎呦，有砸到299，没有，有299，我看到了，那是砸到一楼吗？对啊，那、啊、是一楼，安慰一下嘛。我来的。哎，这不前前后后。阿四要来了没有？我还喷呢，又喷。哦，又是假的。来，哎，厉害。哇，一个尾巴好像有点晃。啊，有了。很住嘴哎，刚刚。被撞了。哇，啊！我刚刚直接打我狂野了。啊！快挂了。狂野。好，拜拜，送你走。啊，他那有毒气，我知道。有啊。
睡了。凶残。那边撞得到墙吗？可以吧？就是直接爆了吧？可以啊。我看一下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够近。我来了，我在跑了，刚有点远。你要这么早放啊？啊？直接撞也没差。啊，你上吧。等一下，我先踩。有差吗？啊？哦，撞了。撞。大分喽，大分喽。你没回他哦，你特休几天？哦，我回他了。我想要不要吸你这边的瓶，我就去吃他了。往往可以做自己的事情，哇！铁壁攻击，快死解放。电脑版跑好快，羡慕跑什么？他在说那个读取吧。读取吧。哦。读取。买个 SSD 架上去也跑很快啊。嗯。愿不愿意买而已、啊。拔刀要怎么配啊？就冰咒四件嘛，再加什么黑狼腿还是红吼胸？我看一下，应该看一下怎么配，跟那个水质装应该差不多吧？你就拿水质装下去拆啊！我先接嘛。好。拿什么？先看。一样是石头啊。
好きなものはドキドキの子。必须用个蒸汽机。没有啊，打四刀不可能带那个啊，拔刀啊。不拔吗？拔个头啊，拔。拔他，拔他头，就是要拔他头。那都还没吃饭。哇，猫的波生物不是猫的大型吸引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快，打入珊瑚了，走。干嘛？你吃什么？我也没有灵力珊瑚鸟打了，我刷不到。啊，那个。接了。那我吃生命保险喽。好。没有四件套就没有满足感了吼。哎、欸，对呢。你要玩拔刀底的话，就要放弃满足感。对啊。不然的话，就是不要雪崩啊，就是纯拔刀力、拔刀机啊。哇，好呀，神奇机，不小心跑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啊，不然你就直接角龙的嘛。哎、欸，角龙是要三件对不对？那也不是。慢慢转它。他走了。想说买来的鞭子玩了一个礼拜就没玩了。有吧？在他家，嗯，对他敢从他家出去，他可以直接去落实。嗯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也是可以，就只是不能帮你们补，还是可以吹耐障而已吼。对啊，就是没办法补，就是一样可以补啦，但是补的就是没有满足感，可能补不多。好了吗？等他、啊，等他到、啊。哦，他会自己到。对啊，他自己来啊，他很乖的，像这样。这只比一般的石头乖多。是。就定位。就还没吹，你那边很乖。我怎么睡着了？没有，你只是感冒，你只是生病而已。我怎么感冒了？要先撞再用嘛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弄好了。我永远没事，用忘记不了那个。我怎么睡着了？那口罩没戴，怪人。口罩怪人。解开那个，哇哇哇哇哇，痛！好像不太能第二颗落石，对不对？除非你等它消失吗？
哎、欸，好像可以，可以啊。对啦，玩的才上去。哎、欸，消失了，消失了。太困了，困哦，还好爆完。或者是他的意思是 P4 版的不能跑步，只用走路的啊，太惨了吧，会背什么烂游戏，电脑版跑好快，真羡慕，那 PC 版是跑不动啊。 PC 版怎么跑那么慢，是抢走药帮你拿转，老板软，帮你解开。嗯，谢谢。啊对，旁边差你看不到我。哦对啊，你耐冲。这都没有伏击哦，太穷了吧？对啊，就一个，以及他家有也有一个种包子，就是。又老又老又穷，对吧？又老又穷，应该过去就可以撞了。我来了，没关系，他还是会出来，还不错。
哇！土东西被洗掉了。哦，我好猛，我好猛，我好猛！我好像听到钱掉地上的声音，天哪！钱掉地上的声音？就不就撞我了？瘴气洒在那个土东西上啊！气气气气！哎呀，哦，尾巴，我家里，我上面，那这是哎，我下来了，敢不给抓痒哎，刚只是把左手离开键盘就没那没体力了，哇，这个位置。哇，不错，刚转哦。没事没事，你们不会受伤的。叮，还是很痛。我出来，我出来。哈哈。被谁撞了？我听到啦！哇！有，应该可以。有哇，这个位置有进去了，有进去啊！哎，干、欸、超痛哎、欸，我不能进去，我没有吸血。我可以。好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最好下来。好。啊，你没有塞一个耳塞啊？我没有。他零解内线耳塞啊，你塞一个耳塞就好了。Oh. 有又弹了，哈哈哈！这声音很舒服哦。哦，吸不回来，我走了。不用怕啦。烫好了，往后跑。有，快快起来！哎，骷髅头，哎，太太就回来了吧？嗯，要出发。那边有没有猫咪之类的？没有。主机在哪里？啊西吧，完蛋了！不用怕啦，我来啦！哎呦，水很深哦。对啊，他更深了。他在那边吐，他直接在那边吐了。哎，这更故意啊！我不要理他了，我讨厌。我摸到。哎，可以打。他是绝对防御的那个位置，猎人绝对触碰不到的东西。啊，稍微出来一点。哇，他直接回家了吗？没有。还可以撞，快要晃了。
感觉是假的。我要撞啊！撞啊！撞死！哎呦！撞死！完了，肺炎！完蛋了，隔离14天。怎么隔离40天？啊，14啊！